红印细胞彪哥要定了。可我跟红印细胞有合同啊，合同没到期呀、啊。什么时候到期啊？还有七个月。七个月，这七个月他女人都能生孩子了。不行，可是我要是先违约，我得要给周班主违约金呐。这大活人还能让尿憋死？朱老板不会想什么办法让周班主首先违约？既然是彪哥的事儿，我想办法啊！我想办法。好，但我得告诉你，我不能久等。我给你半个月的时间，你把红云细胞交给白老板。好了，结账吧，你。回头见。走，朱老板，那我就先告辞了。怎么了，白老板？吃啊！秋三儿，嗯，今天在大华，你是老板，还是我是老板？哎，当然你是老板啊！怎么了？什么怎么了？今天我跟人家朱老板谈生意，你干嘛插嘴啊？白老板，我帮你把鸿运细胞要的手。这不是你的意思吗？可你那是在谈生意吗？你不是耍流氓手段吗？嘿，对呀，我就是个流氓。不耍流氓手段，我什么都不会呀。可这招好使啊！你没看见姓朱的乖乖的把红云细胞交给你了吗？那你也不能以势压人。我不喜欢。哎呀，你不喜欢？哎。你不喜欢，你在大华干什么呀？我是大华的老板，我做的是正经生意。我呸！你他妈少在我面前装！你我怎么？我是流氓，我承认。可我不像你呀，当了流氓还想装好人。哼！你不要出口不逊。出口不逊那是对你客气的。在帮里你还是个厨。我没有加入你的帮派。没加入帮派，你在大华干什么呀？我打理戏院生意啊。嘿，白老板，来来来来来，看看你的杰作吧。郭老板跳江身亡了。哎，这就是你进帮的见面礼。你胡说。2000块大洋替彪哥买下了大华戏院，这礼可太丰厚了。不对，郭老板他才出500块，我给2000，连郭老板自己都说这是公平交易。哼哼，公平交易？你知道这戏院值多少钱吗？多少？至少20000。要不姓郭的能跳江自尽？姓郭的就是你给逼死的。你为了加入帮会，这是对彪哥表的第一份孝敬。我去找阿彪。站住！阿彪是你叫的。秋三，你不要在这儿对我指手画脚的。彪哥说过，你是来帮我打理生意的，我才是大华的老板。我呸！彪哥给你个棒槌，你还当真了？彪哥哄你玩呢。帮里你算老几呀？啊，我随便拔一根汗毛比你的腰粗，我才是老板。白长起，你把你的两个耳。本节目由澳门新葡京994466.com 独家赞助播出。澳门新葡京994466.com 500万提款火速到账。澳门新葡京994466.com 官方直营，大额无忧。耳朵给我立起来听好了，你在大华只是个招牌，让外人以为大华是正行，跟彪哥没任何关系。
别把看戏的听戏的都吓跑了。你知道你是什么吗？你就是个孙子辈的小瘪三小刺喽。不服啊？我让你服。喝了。我让你喝了。今天我买单。韶华戏班的郑老板路过此地，山上的朋友让条道喽。韶华戏班的郑老板路过此地，山上的朋友让条道喽。韶华戏班的郑老板路过此地，山上的朋友让条道喽。这边快，老陈，老陈这边。老陈，你顺着这条大道，你扛着他先走，我掩护，你自己要注意安全，快走。是不是那帮警察追过来了？不对吧？哎呀，这怎么办？小心，没大错。前面有山谷，我们进山谷，快！好，好，我们进山谷，哎、快进山谷，快点，快，快走啊！
有大兵来了，怎么办呢？啊，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，有大兵过来了。不好了，石长哥，咱们得把陈大哥藏起来啊。哦，对，石长，我不能连累你们。老陈，你别动，我不能连累你们。老陈，藏箱子去。好，快点，陈大哥，来，小心，快呀、啊，快点。来来，快快快快，慢点！哎呀，来来快来，快点！哦，来快，不看你，大家别慌！哎，快逃！怎么，绿莹姐，你要干嘛？快帮我化妆！哎，老叔，赶车！哎。老总，想听我们唱堂会吗？去你的！看见有人从山上跳下来吗？没有。你们看见了吗？没有。都给我下来，走！下来，下来！哎，老总啊，老总，老总啊，啊，干什么？不能抬呀，上面传染病，痨病，把那箱子给我抬下来。老总，千万不能抬，他得的是肺痨，会传染，沾上就活不成了。哎呦，那你去抬。老总，不能抬呀。她是我闺女，一动她就没命了。嘿，老东西，你认识她吗？别，她不下来我就毙了你。别老总。哎，老总，抬抬，您是抬人呢还是抬箱子？人和箱子都给我抬下来。人已经看到了，这箱子你还是自己打开检验吧。啊，传染病，确实有传染病啊。哎，快。连长，我看没什么可捞的。怎么回事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在那儿啊！快！来！陈大哥，你没事吧？他们走了吗？走了。朱老板，您是不是最近手头有点紧呢？周班主，有个事儿忘了跟你说了，这票房收入啊，由原来的三七分账改成五五了。朱老板，我们的合同还没到期，您怎么就私自改条款呢？现在的情况不一样了，彩云没来的时候票房也就六成啊，现在不一样了，常常爆满呐。你再拿我七成，那不合适啊。这条款可是当时定的，那不能反悔，这是行里的规矩啊。行里的规矩我懂，可咱们俩的合同有一条啊，有不合适的地方可以修改条款。周班主，您要是觉得五五分账不合适，您可以换个地方。想上我这儿来唱戏的可不止你们红运一家呀。朱老板，你我同舟共济，肝胆相照，哎，才有今天这一票难求。哎，您为什么突然同室操戈，反目成仇呢？周班主夸大其词了，没那么严重，只是改了一下票房比例。您这么一改，那是水降船落，我给戏班艺人的包银就要随时减少。哎，您说这包银刚涨上去，这又落下来，
您说我怎么跟艺人交代呀？哟吼，周班主对艺人倒是够意思啊，让朱某人深感钦佩。戏班里的事那是您家的家事儿，我管不着。朱老板，您是想逼着鸿运走啊？那是您说。得嘞。周班主，哎，二位，我们是来取包银的。哎，好好好好好。姚菲菲，马小姐，就两块大洋，我们两个加起来才四块大洋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上个月你就捡我们的，这个月你又捡。老板，您要是不想用我们，您就直说。我和香瑶啊，绝不会赖着不走的。哎，我还想靠你们赚钱呢。哎，我能赶你们走吗？哎，哼，别胡说了，我敢打赌，彩云一个人肯定会比我们两个加起来还要多。怎么样，五块大洋，他一个人就比我们两个还要多。老板，我们不是嫉妒彩云，您给搭多少那是您的事儿，可你不能捡了我们的包银呢。本来我们拿的就比彩云少，您再捡那不就更差远了吗？你们能跟彩云比吗？啊，人家有这个赵局长做干爹，有王处长和阿彪罩着，你们有谁啊？哎，你们有谁呀？是我们是没有什么靠山，可你也不能做得太过分了，我也是头牌啊。记住了，靠彩云是演不了一台戏的。哎呀，这能怪我吗？这是朱老板把那个票房分成比例给改了，所以我们不能够按原来的标准发放包银。哎呀，你们二位如果体谅我的苦衷，各退一步的话，那咱们的戏班还能多活几天。我的为人你们知道，我有钱能不给你们吗？你是说朱老板把票房分成比例给改了？那不是签了合同了吗？合同怎么了？对他来说就是一张废纸。如果你们想多分包银，那就让朱老板把那个比例给改过来。哎，跟我闹有什么用啊？啊，你们说说。得了，二位，拿着。哼，捡了你们包银，那我的包银也该捡啊。你现在是鹤立鸡群，周老板怕得罪你，所以他不敢捡你的。要捡，大家一起捡。不能为这件事得罪大家。你要是真为大家着想的话，你就去找王处长，只要他肯出面，大家的票房分成比例就能再改过来。王处长，英子，啊，把我包里箱子拿出来。好，上药吗？得把子弹取出来。怎么取啊？史章，你来帮帮我，把那手术刀拿出来，拿酒精消消毒。没麻药啊？我指挥你来做。得多疼啊！我都不怕，你们怕什么？女孩子都出去。哦，我到外面去掉。瑞英姐，你先出去。瑞英，你怎么走？我来帮你。
去吧。老陈，忍着点，来吧。取出来了，怎么办？先试的，我自己来缝。你自己缝？要不你帮我缝？我可下不了手，你自己缝吧，我走了。怎么样，子弹取出来了吗？子弹取出来了，吓死我了。陈哥真行，关公刮骨疗毒也不过如此嘛。关公刮骨疗毒那是华佗给他刮的，陈哥可是自己给自己缝伤口啊。我还从来没见过像他那么勇敢的人呢。哎呀，讨厌。云姐，来，彩云，说话要客气点啊，我们是求人家来办事儿的。哟，你忙着呢。哟，雨虹，彩云，哪阵香风把你们俩给吹来了？王处长好。王处长好，好好好好，快来坐，来来来，来。你们两个可是个稀客呀。您这么说就不好意思了，其实呢我早就想带他过来看您的，可干爹干妈那儿总有事儿，您也知道走不开啊。今天来我觉得挺唐突的，会不会打扰您工作呀？哎，局长的二位千金来，我高兴还来不及呢，谈什么打扰啊。小张子上茶。哎，别客气了。王处长啊，您说有事儿就过来求您，所以我就过来了。哎呀，这话说的，你们俩没事儿也可以过来坐坐呀，有事才来那不就显得生分了吗？王处长真是痛快啊。说吧，需要我给你们俩效什么劳啊？既然您说的这么诚恳，我们就不绕弯子了啊。那个福来戏院的朱老板你还有印象吧？有。他这个人吧，也不怪我背后说他缺德，您知道他签的那个演出合同私自就给改了，而且降低了他们戏班的利润分成。当然了，这个钱呢不算是大数，可对戏班子来说就是命根子，您说是不是啊？对。而且周老板把这件事呢托给我了，我想请王处长给我们戏班做主啊。这个朱老板怎么会这么做呀？为难吧。不，你放心吧，这事儿我跟你们办。王处长，您这人啊就是痛快。我一定让这个姓朱的把钱吐出来，而且到你们那儿登门谢罪。谢罪就不必了，让他按合同办吧。也好。放心吧，小事一桩，小事一桩。王处长，那咱这事儿就一言为定了。好，一言为定。那我就代周班主谢谢王处长了。哎，举手之劳谢什么呀？不用谢，不用谢。哎呀，今天真是太好了，不虚此行啊。这样王处长啊，我们俩就不打扰您了，您看您还忙着呢。哎，那多坐一会儿，多坐一会儿嘛，马上就到中午了，
这样，中午我请你们俩去吃法国大菜。啊，您呐，真是太客气了。我看呢，这样，等这个朱老板把钱退回来，把合同也改过来，我请您吃饭，好不好？啊，那好啊，咱们一言为定，说话算数。走。啊，宇航，彩云，回去以后啊，一定代我向干爹问好。啊，是是。另外，顺便问一下，我拜托赵局长办的事儿，不知办得如何了？嗨，那件事儿啊，您就一万个放心吧，全装在我这儿呢。好了，我们走了，再见啊。好好好好好好。哎，小张子，哎，啊，去送客呀。哎，回来，回来，啊，回来，啊，把那个朱老板给我叫过来。是，他可是条老狐狸呀，没有干爹的面子，他是不会这么痛快的。你常去干妈那儿，见着干爹替我谢谢他。哦，顺便再问问王处长的事儿。你还是自己去吧，我过几天就陪陆星去香港了，没问题，你自己去。你不是旅行结婚吗？等度完蜜月还不回来？恐怕回不来了。陆家在香港买了家制衣厂，陆星去当经理，我只好陪他去了。二位姑娘请留步。你要干什么？二位姑娘不要误会，我是这家照相馆的店主，想求二位一张合影挂在我们相馆的橱窗里。你们两位是深城戏坛的姊妹花，把你们的相片放在这里啊，一定能让小店蓬荜生辉，求你们给个面子，让我们小店也沾沾光。表姐，我们还从来没有合过影呢。嗯，那我们就拍一张怎么样？彩云。嗯，请请。陈大哥，这是石昌哥让我给你炖的墨鱼汤，是长伤口的。谢谢英子。嗯，石昌，谢谢你啊，跟我客气啥呀，真香。陈哥，嗯，那帮当兵的为什么要抓你啊？我也正想问你呢。老陈啊，依我看你不像是干坏事的人，可当兵的为什么抓你啊？只有一种解释。什么解释？你是共产党吧？你们怕不怕？怕？我怕什么呀？我要是怕，我还能救你啊？我不知道你们共产党和国民党是什么关系，可我认你这个朋友，你这人值得我交。谢谢你的信任。我的确是共产党，我们这次是执行一个任务，但是中途被叛徒出卖了，所以一路被国民党追杀。后来小马为了掩护我，到现在不知生死。石昌，你可以替我办件事吗？你说吧。帮我把东西取回来。东西在哪儿？就在你们救我的那个山坡后面。好，我这就给你取回来。哎，石昌，别着急，等天黑了看看再说。好的。啊，陈大哥啊，你的腿还疼吗？啊，好多了。陈大哥，您的家在哪儿？我们送您回去吧，也好让嫂子照顾您啊。啊，老陈啊，你们先聊着，我去看小菊他们啊。哎，好。百灵。嗯。哦。请小娜啊。
朱老板，坐。哦，坐。朱老板，进来。本节目由澳门新普京99446.com 独家赞助播出。澳门新普京99446.com 500万提款火速到账。澳门新普京99446.com 官方直营，大额无忧。哎，生意怎么样啊？有处长关照，还过得去。今天我找你来，主要是求朱老板给我个面子。哎呦，您可千万别说求字。吩咐一声就成了。好，你把这个福来和鸿运的分成比例啊再改回来，还是按照原来合同执行，你不要动不动就改合同嘛。处长，行里的规矩我懂，我哪能随便改合同呢？我这是朱老板不给我这个面子了。我哪敢不给处长的面子啊，我实在是为难呐。这点事儿也让朱老板这么为难吗？我不是怕得罪阿彪吗？阿彪？嗯，这件事阿彪也掺和进来了？那白老板都找过我了。白老板？阿彪在大华有股份，他看上鸿运。您说阿彪让我放，我敢不放吗？可我要是放了呢，我得付给戏班的违约金，我只能这么办了，把合同改了，逼着戏班跟我终止合同，这样戏班就得给我违约金呢。我把阿彪的事儿也办了。这白老板是阿彪的什么人呢？这白老板好像是阿彪的马仔，原来是个唱戏的。哦，大华戏院的老板不干了，阿彪让他当上老板了。这么说这个姓白的还是个人物呢。嗯，朱老板啊，你放心，阿彪那我去说，这个姓白的嘛，哼，哪天我去会会他。走开，谢谢。走开了。陈师傅，我告诉你啊，这是我的地盘，你竟然还敢来，你是不是找打呀？你是啊，说，听见没有？是不是找打呀？说啊，你说是不是？您高过手，饶过我这回吧。嘿嘿，你还想在这立棍是不是啊？给我上！你们别逼我，上！上！你们别欺人太甚！哟，还叫板？给我上！侠妹，算你有种，你等着，老子非扒你皮不可。我没工夫伺候你们。兄弟，请留步。我看你是个血气方刚的汉子，想跟你交个朋友。对不起，不敢高攀。我几个月前跟你是同行。什么意思？我以前给人家推过红包车，是为了填饱肚子，也碰上这帮流氓。不过我不像你，我是被人家赶跑了。开玩笑吧？看我像开玩笑吗？那你现在
我现在是大华戏院的老板，是因为我遇到了一个贵人相助。哎，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，我们找一个地方边吃边聊啊。走吧。啊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长乐。长乐，好名字。可我生下来就瘦过，很少乐。我听你的口音不像是本地人。我是河北人，多鬼子逃难来的，一路要饭，本来想投个亲戚，可亲戚跳崖死了。是吗？来，吃啊！来，多吃点。我呀，可知道挨饿的滋味。我，你想说什么？说。我想把这些包子带回去。那是干什么？你要是再饿的话，就到大华戏院来找我，我还请你到这里来吃。不是，我是想给我娘带回去吃。你娘？我娘现在还饿着呢。嗨，你怎么不早说呢？走，带我看看你娘去。伙计，结账。娘，大娘，娘，大娘，娘，我给你带吃的来了。娘，娘，大娘，大娘。娘，娘，娘，你醒醒啊！娘，你醒醒啊！娘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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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给你带吃的回来了，娘，你吃一口啊！娘，你吃一口啊！兄弟，我跟你讲，兄弟，兄弟，兄弟，你娘死了，我娘没死，你娘死了，娘是。老陈，谁呀？你谁？把你放下，快放下。小马吧？哎，我是郑世昌啊，郑班主。哎，小马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嗨，你怎么跑这儿来了？啊，老陈受伤了，在我那儿呢，这不让我把东西取过来。哎，这什么东西啊？老陈伤得重不重？啊，腿受点伤，没伤着骨头。带我去见他。小马来了，老陈，小马，老陈，老陈，听郑班主说你受伤了，伤在什么地方？没事，子弹已经取出来了。你怎么样？没事吧？我挺好。树木盾吗？放心吧，一件都没有少。好，你把那个东西放那儿吧。世昌，你为抗日斗争做了大贡献。什么贡献呢？谈不上贡献。哎，老陈啊，过世的我娘啊是被日本人给杀的，孙团长也是被日本人给杀的。这要是杀日本人的事儿啊，往后有什么用得着我的地方，你尽管说。还别说，现在还真用得着你。
你说。是这样，现在国内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，以前针对蒋介石提出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，提出了反蒋抗日，现在呢，随着西北军事力量的微妙变化，我党又提出了逼蒋抗日。何为逼蒋抗日呢？就是把全国的各种政治势力和亿万民众都动员起来，把抗日爱国变成一致的呼声，一种迫切的压力，迫使蒋介石放弃不抵抗政策和内战政策。那我能干些什么呀？演戏呀。啊，传统剧目中有很多爱国主义作品，比如梁红玉、花木兰、穆桂英挂帅等等等等。另外我们还可以找个人写新戏来宣传抗日主张。哎，这事儿我能干呢。我在深城有个好朋友，是一家戏院的老板。这样，我写一封信，你拿着这封信去找他，那儿有更大的舞台，有更多的观众，一定会有更大的影响。怎么样？去深城？嗯。白老板，外面有个姓常的找你。姓什么？姓常。哦，快请他进来。哎，白老板，常乐给您磕头了。哎，兄弟，起来，快起来！白老板，我是替我娘谢谢你。八道啊！你在彪哥面前那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，我他妈是什么呀？我脑瓜皮儿薄，你一句小话就能把我的小命给葬送了，你可不能信口雌黄啊！这事儿非同小可，得请家父来决定。